国于是楚皇帝吗？与其把阿扁抓回去关到启霄江是韩国瑜最后逆转胜三支箭的第一支箭，不如请韩国瑜干脆提出只要他当选均要扁死，扁不得不死，学老蒋朱笔一挥枪决可也。阿扁当立委没有被韩国瑜打死，韩国瑜选总统竟要把阿扁再关回去，而且要关到启霄。韩国瑜不知民主法治是何物，完全没有宪法意识。宪法明文规定，法官依据法律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涉。难道韩国瑜当总统要修改宪法，法官依据韩总旨意奉命审判？纵使检察官也不受总统直接指挥，否则马英九爱将黄世明检察总长也不会判罪下台。扁案是政治案件，从关押、严押、发监、戒一、交保到二不、四不，无一不是政治考量与政治决定。谁知道马英九政治追杀阿扁，不是因为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和他的一个中国终极统一，完全是没有交集的两条平行线。欧美国家政党轮替的民主常态，在中国历史上及党国主义下，才会有连战将政党轮替说成人人的而诛之的窃国之罪。马英九何尝不想把阿扁关到死，关到启霄？不然怎会在阿扁入狱第一关，要求脱裤检查前面有无入珠，后面有无藏毒品纸条，极尽羞辱之能事。前两年禁止管理员与杂役等所有的人都不可以跟阿扁讲话，前四年都在没桌没椅没床，趴在地上写字度过。生病看诊，从土城、龟山到南屯，经过三个监所，怎么那么巧，都发生过严重的误诊病例。骨头没断说断，断了说没断。以水冲便池会喘的胃溃疡，说是感冒、老化、肺部疾病。脑部病变的前额颞叶白点，说是两个月前的小中风。精囊硬块，说是肿瘤要进行切除手术，阿扁不同意，要求再看第二家医学中心，结果只是晶体。两位精神科医师都说阿扁有精神疾病，法务部硬说没有，如果没有北荣确诊并住院治疗，否则真的没死也关到启霄。更荒唐的是跌倒受伤流血肿胀，说成蜂窝性组织炎，要阿扁住院打五天抗生素。感谢民间医疗小组陈顺胜、郭正典、陈乔琪等医师，北荣周元华、陈记的等医师，麻豆新楼赵建明医师，大家合力救了阿扁的健康，为了参选总统的韩国瑜却要阿扁的命。那边啊，有听到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因的侄娘，因一直咧笑想，那如果伫最后的阶段，民调一直未开，啊，搁输人舔舔，免怎来逆转胜？所以就有人献计。讲将阿扁啊，这个贬为啦，搁啊伊掠出来消费，安尼拍阿扁啊的牌，就会当和韩国瑜搁增加几十拍的票。阿扁啊，伫过来届的选举。无分哪里，一直将阿扁啊当作是贬为啦，救援投手。但是阿扁啊，愈来愈无路用，亲像废人粪扫同款，所以也无搁再多利用的价值。阿扁啊嘛已经退休，
变为了这一个救援刀手，已经宣布退休啊！即卖阁有人，阁要叫阿扁啊出来做变为了啊，这是英雄还是不幸？听你讲，韩国瑜伫尔因想好啊，讲最后选战免怎来逆转胜。目前输人舔舔，免怎化不可能为可能，得爱拍出三支箭，射出三支箭。那射出去，尤其第一支，一定会当予韩国瑜增加要几十拍的支持度，安尼就会当来逆转，来赢到最后的选举。啊，这三支箭是咧讲啥？因为另外两支甲阿扁也无关系，第一支就是甲阿扁也有关系，所谓的扁围啦，要来一个扭出来，搁要来拍扁围啦。何以来做韩国瑜免选逆转胜的投手？阿扁啊，感觉嘛真好笑。这敢讲是总统的权？我嘛第一届看到总统的选举，讲竟然要拍这款牌，要射出这款的剑，这支剑。韩国瑜要来所谓的逆转胜的最后一贴药啊，讲就是将陈水扁阿扁啊哥关入去，还关到起笑，啊当作证件，伫尾开来提出，讲安尼韩国瑜就会当赢。我讲，那如果拍这种的牌，卖讲，这完全是无宪法的意识、人权的观念、法治的思维。大家嘛知影，司法是独立的，总统嘛是属于行政权的一部分，爱受到司法的制衡加监督，这是互相无牵连的。司法唔是总统会当指挥，总统根据宪法第八十条，伊嘛袂当去干涉。宪法八十条写啊真清楚，法官依照法律独立审判，无受到任何的干涉。所以法官伊独立审判，伊是依照法律来审判，唔是依照总统的意思来审判，无就是危险。所以做一个总统的候选人，敢会讲这人无知识、无常识、无法律的观念、无宪法的意识？法官会当予你指挥吗？予你讲，检察官嘛袂当予总统指挥。啊，你今仔日是亲像咧做中国古早的皇帝、土皇帝吗？君爱臣死，臣不得不死。你有这么大的权吗？啊，如果说政见说出
将阿扁啊关起来，去关到死，安尼就会调。你归去讲一个去较有诶，只要你韩国瑜做总统，你马上下令将陈水扁阿姨枪杀，将陈水扁枪杀枪毙，安尼毋是更加归去？到底要等伊关，啊，得要阁关到起痟，安尼才有尊崇，安尼才会当达成政治的报复。有这款的政党吗？有这款的政党的候选人对着前总统阿扁啊，这么大的恨吗？民主政治，政党轮替，这是非常平常的代志。有遐尼严重，亲像连战因所讲的，政党轮替，伫国民党，伫中国的历史，找无这四字，只有改朝换代。所以连战才会讲，政党轮替去予阿扁啊连任成功，伊毋甘愿。阿扁啊胜之不武，伊讲阿扁啊亲像贼仔共款，贼仔来切到国家，国家去予阿扁啊做贼仔来偷去。所以讲阿扁啊是犯着切国之罪，人人得而知之，每一个人拢总会当来啊你枪杀，拢总会当啊你暗杀。啊，这就是连战伫2004年所讲的话啊。第二届选举总统所讲的话啊。啊，今仔日韩国瑜，你笑想讲要将阿扁啊，搁掠到等于关到起痟，掠做要安怎逆转胜的三支剑之一，搁摆伫第一支。啊，你讲这甲连前所讲的调总统，就要看什么党在调，只有国民党会使调，民进党的阿扁也未使当选，啊，无就是切割，就是亲像贼仔来咧偷窃国家，是安尼吗？所以今仔韩国瑜要选总统，啊！你目前民调输人，你就要想办法变怎赢，赢的笑料嘛真多。结果呢，竟然讲出讲变怎逆转胜的三支剑，中间第一支就是将陈水扁哥抓到等于关，啊，搁爱关甲起笑。大家听会对吗？所以大家就当知影，那如果讲将阿扁啊关起来，要关到起痟，关到死，嘛唔免轮到你韩国瑜。马英九的时代，伊就是安尼做啊，无证无据，借着证据。过来制造假干净，过来教唆伪证，甲通缉犯来斗空，叫伊就爱加阿扁啊！无法律的依据会当判阿扁啊有代志，来创造所谓的实质的应用力，代替法定的职权，什么代志嘛做会出来？目的就是。要将国民党伫台湾
第一届去予人演落台，诶，即个所谓的凶手阿扁啊，即个反七国之罪的贼仔阿扁啊，一定爱抓起，爱抓起关，予伊无刀啊，无椅啊，无门床，啊，趴伫涂骹看伊外口动。步兵做总统八年。安尼伫天堂拨入去地狱，看你挡会牢未？做过一个总统，你入来到家甲当江湖，而遮个所谓的歹人、江湖大盗，拢总是共款。入去到内底，包括阿扁啊，昨下个是有礼物的总统。入去到内底的第一关，就是叫阿扁啊，爱裤脱开，安尼上届基层的一个一线山的管理员，就会当叫阿扁啊将裤脱开啊。我讲你是要看啥？伊讲要看头前有业主无，佮要看后壁到底尻川。有炸毒品无？有炸鱼条啊无？对一个前任的总统，伫第一届进入去土城砍手术的第一关，啊，就是安尼侮辱的。出去开庭倒转来，照常安尼叫入去水房，叫你裤照常爱脱互伊看，看讲你出。停了后，你是不是有偷渣物件放伫脚床？你讲安尼，一个做过总统的人袂起笑吗？在内底，别人拢总会当甲十爷讲话，只有阿扁啊袂当甲十爷讲话。佮禁止其他的管理员嘛袂使甲阿扁啊讲话。咱运动是集体，安尼几啊十个做伙咧运动，阿扁啊是一个人，佮三个人咧顾，啊，佮一个负责摄影，是安尼来你孤立。住伫内底，出你一个人无讲话的对象，啊，这毋是要你关甲死吗？要你关甲起痟吗？伫内底，安尼艰苦白疼，安尼表面上讲有医生。啊，我嘛真怀疑，到底白白咧读医学，经过训练，啊，才差遐尔济。不管是伫土城看守所，还是台北监狱，还是台中监狱，安尼一届过一届，安尼误医。你讲啊，一届讲迄有可能是疏失，无去注意。但是，若如果一届过一届，拢总发生代志。拢总毋是你诊断安尼，拢总误诊的话，你讲这是调岗的，毋是调岗的。去到外位医生入去到内底，为什么看阿扁的病？你所得药的这个病院的医生，为什么在诊断看阿扁的病，拢总有这么大的惊讶？亲像讲。阿扁啊，伫土城看守所一届运动入来，脚也袂行，脚盘肿起。我想讲，毋知有你踢到啥物石头，小小的嘛无。结果呢，叫我着爱去做电工 ，X 光片照出来，医生骨科医生。因得药的，就入来到下房来，我报告讲，我骨头断去。
讲阿扁啊，骨头断去，得爱控制，搁爱控两个月，害我迄几工，我得爱出门夜乖啊，出庭坐轮椅。我拜托我的囝婿赵建明医师，伊嘛是骨科的入来参考迄块电工片。结果赵医师讲，迄根本为医生常常会看唔到，迄无断会看讲迄是断去。伊讲根本无断，就搁较紧拆开，啊拆开就好啊。不过是一个急性的发炎，会当我讲我骨头断去，爱个控制个，安尼无含吗？白白医生为什么差遐尼济？我嘛唔敢怀疑讲这是刁工的。去到台北感觉。我讲我会喘，挂物件会喘，说走一个会喘，结果反应嘛无效，看医生，讲这是退化，无就是细胞有啥物问题，总是理由。可能一，可能二，可能三，啊，结果呢？阿扁啊会喘，汗重汗水，要洗衫裤，要来抢便所，安尼会喘，竟然我诊断这是退化、老化。感冒，乌白开药啊，给我吃。尾也是，我的医生过境地入来，看到我这款的情形，伊怀疑是不是胃食道逆流。啊，其实呢，我送去。私立桃园医院内底的病历啊，已经有写到胃镜召开胃食道逆流的这款病历记录，竟然伫内底医生无看到，啊，我的医生入去过正点，安尼诊断出来，伊嘛无要插我，已经病历有诶，搁阿你讲甲。是退化感冒细胞的问题，所以你知影讲，真正微微乱做，乱七八糟，伫内底无死，迄叫做好运保平安。啊，若真正有三长两短，迄叫做意外，迄叫做猝死，迄甲因咱无关系。所以阿扁啊，底下有一届安尼半夜办袂出来，伊讲我这是假的，讲我条件无爱办的，到尾啊，佮送去病院检查，主治医师嘛讲，这款情形爱住院，唔通随转去，结果。台北感觉硬坚持，我三点钟内底爱等伊到下班。迄当时我放尿都放未出来，医生嘛感觉讲这有问题，希望会当住院，无瘾互我住。安尼下昼的我送转去，到下晡规晡也袂当放尿，啊反应。结果叫我得爱加食水，水我一直食，也是放未出来，摔落去，无多，呾送去
内底的金属，我看，看啥？看讲阿扁啊，迄是毋是假的？所以呢，给我灌七八 CC 的水，给我啉落，看佮放会出来袂？照常放袂出来。搭三个半暝，我送去梳头，大家搭装装来。安尼，迄当时主治医师讲唔通出院，结果出院了后，嘛是经过一波到暗时，嘛是还佫送到等于急救。为什么？为什么当真正医生看出来，你无要相信？我也证明确确实实，泌尿系统、泌尿系统有问题啊！到底是神经引起的，还是功能性的障碍？到尾啊，检查不是功能性的，你无说顶顶膀胱遐无代志，是源头有代志，是头壳的问题所引起的神经性的。放尿放不出来，所以唔得去我照 MRI， 照 MRI 了后看到前额内额的迄个白点120点，结果内底梳头的医生叫一个人副院长，就来我报告讲阿扁啊，你中风哦。看这款 MRI 的结果，你是中风，这是安尼旧的中风，超过两个月以前的小中风，我嘛惊一跳啊！所以尾啊，陈顺成医师，我的民间医疗小组的这些成员，变入去内底看遐 MRI 的影片。结果，陈顺成医师这位神经内科的权威，伊讲，迄不是小中风，迄是脑部的病变。啊，所以呢，一定要送医学中心，才会当进一步来检查。果然不错，是台北英总确认，真正是。脑部病变所引起的神经性的放尿放不出来，不是因所讲的小中风，所以呢，挂差遐尼济。啊，你想讲陈小琪精神科的医生入来我看。人我讲讲话，伊讲我有精神科的问题，甚至搁会同南口的医生入来我看，嘛讲有我有精神科精神病的问题，结果伊嘛对我讲无啊，到尾啊去到台北英总，就确认讲有啊，安尼一拖一拖，安尼看拖偌久。好好人嘛会去予你医医死，去到台中感觉的时阵，有一届我运动跌倒，流血，脚跌震开，结果照电工，我讲我的骨头无断去，会当继续运动，佮讲我的骨头脚跌遐震开。有老花，迄就是蜂窝性组织炎，叫我住院，爱住五天的抗生素。阮家的人嘛，着惊死。牵走去歹我看，我的囝婿着见明医师，伊看看来讲，迄搭是蜂窝性组织炎，迄是跌倒老花正开正常的现象。所以呢？万免输什么抗生素，随我背针。但是看到电工病医讲骨头已经断去，
唔是无断，所以呢，马上就来固定，差有够多就对啦。无断讲有断，有断讲无断，连骨头都移到安尼密密麻麻。啊，你讲韩国瑜市长，你做总统要将阿扁啊，佮关入去，要关到起笑。唔免啦，规矩你著讲，只要你做总统，要将阿扁啊清算，安尼就好啊嘛，马上就加分嘛，就增加20%、30%的得票率啦嘛，你咧惊啥？大声讲出来嘛，真正听袂落，看袂落啦。汽笛声、叫嚣声让蔡英文动了气，连讲六次叫大家安静。不过现场继续鼓噪，蔡英文干脆正面回应诉求：对阿扁总统的人权，跟他在司法上、程序上的权益，我们一定会全力声援。我们民主进步党会负起这个责任，我们不会让你们自己孤单地挑起这个责任。保证党中央全力声援扁案，蔡英文一边向停扁群众